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锋芒科技，我是小易。说到乒乓球，大家一定会想到我们中国了。其实在这一个领域，我们中国的地位还是十分的稳定的。我们看每次的奥运会上面，最后获得胜利的都是我们中国的选手，而且不管是个人还是团队，各种形式的我们都很是擅长了。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中国队可以包揽前三名，但是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的乒乓球虽然依旧比不上中国，但是在世界上也是还可以的。现在在日本有一台专门打乒乓球的机器人，这个机器人是日本的欧姆龙公司研制的，据说是想要提高他们国家运动员水平，努力能够打败我们。这样子我们就要好好了解一下这个机器人了。这个机器人看起来并没有具有人的长相，它主要是由两部分重要的构成，一部分就是它的机械手臂了，上面捆绑了一个乒乓球拍，这个是主要发挥作用的一部分了。另外一部分主要是分析与扫描系统，通过这个机器人可以接受到球的运动走向，然后可以做出自己的反应。这个机器的反应还是比较快的，我们看到它能够比较灵活地完成一些运动员的动作。根据目前的测试结果，这款机器人的准确率也比较高，能够达到90%以上。毕竟还是一个机器人，它不能够像人一样准确分析对方的意图。如果我们虚晃一下的话，它还是不可以分辨出来的。而我们知道比赛时候的随机应变能力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机器人恐怕还不足以和我们国家的运动员相对抗。但是如果日本选择用它来训练自己的运动员，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。好了，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，由锋芒科技已经完成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